展览见识南岛，带你看见南岛，发现南岛。阿勾盖，大家好，我是谢泽清。那展览见识南岛呢，带大家以不同的角度，我们来发现跟看见南岛的文化。那展览这个字呢，在古南岛语哦，它包括的是道路，是航道，是万事万物所经过的轨迹。那我们这个节目展览见识南岛，希望能够透过节目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就是身为南岛语族的我们，在生活上面，在文化上面，有哪些值得我们珍视的，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还有哪一些是我忽略了，那需要被重新发现。那更重要的呢，是让全世界哦，以不同的全新的观点来看待台湾，看待南岛语族的我们。那在南岛语族这个字呢，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位语言学家，他叫 William Schmidt。 那他在做南岛研究的时候呢，他把两个字拿出来用，第一个是拉丁文的南方，南方的 Oster， 另外一个呢是希腊文的岛屿，叫 Naxos。 他就把这两个字合起来，就出现了我们南岛语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名词。那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哦，说所谓的南岛语族哦，他们是遍布了，包括了像是太平洋还有印度洋，那这些大的海洋面积呢，几乎已经涵盖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所在。那据估计呢，保守的估计而已哦，南岛语族呢大概有4亿5000万人。但是大家知道台湾的南岛语族的后代总共有多少人吗？人们知道，我们只有50万人哦。那么在这样子，就50万人只占全球这个南岛语族的1%哦。即使是这样子呢，我们还是觉得哦，说哎，我们要深刻的去了解到，到底身为这个南岛语族的后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我们应该关注的跟了解是什么？我们特别呢，就要从南岛语言，包括了族群认同，还有南岛语的研究发表来进行这个了解哦。第一位哦是夏曼兰波安老师，那第二位呢是中研院那个语言研究所的李仁奎院士。那首先呢，我们要先邀请到的是这个夏曼兰波安老师。老师呢曾经荣获过很多的文学奖，包括大家所知道的吴三连文学奖、时报文学�奖、金鼎奖。而且呢，在文学界，我们大家呢也称哦，夏曼老师呢是最有资格拿到诺贝尔奖的作家。那至于老师用什么样的观点带我们重新去了解南岛语族，怎么样去让我们去意识到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认同呢？请现场的朋友一起用热烈的掌声，让大家欢迎夏曼兰波安老师，欢迎你。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来自于兰屿，是台湾架杠的海洋民族，我也是台湾的海洋文学作家，法国人称之为世界岛屿的作家，请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包括台湾的汉人一起来观赏我们展览见识南岛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给你们另类的想象，开启我们对南岛语族的最好的梦想。谢谢。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住在不同的星球。前面这个照片是左边的照片，是我朋友他们是在关岛的航海的一个照片。前面的另外一个照片是我今年刚做好的，我跟我儿子的亲子周哦，叫做亲子周，黑草亲子周。我们住在不同的星球。什么叫做不同的星球呢？我说星球上有多少个语言，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族。那不同的民族，大家各自独立用自己的语言来去认识，来去解释我们所认识的宇宙、海洋和陆地的环境。全世界有不同的高原的民族、草原民族、沙漠民族、河流民族、雨林民族、海岸线民族等等等等。可是人类究竟有多少个人种，人类就有多少个所谓的宗教的信仰。相对性的，它就是所谓的生态的、
物种的多样化。简单来说，我姑且说我们住在不同的星球，再讲是我们都有载体知识的独立性。这是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整个大洋洲它有分说美拉尼西亚、麦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甚至叫做西马来亚、波利尼西亚语种。那么称这个大洋洲，这个太平洋，是麦哲伦在1521年的时候他经过了南太平洋，所以说他称这个 太平洋是所谓的麦哲伦称这个太平洋，然后我们一直沿用到这个世纪。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的岛屿的民族，1521年麦哲伦看到了关岛，我的民族蓝屿岛是鸟居龙藏在1897年的10月来到蓝屿，也就是说战后战前的时候我们被看到了。那么这两张图是开启我对海洋的最深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这种海洋的仪式，我的民族究竟在这个滩头他们做这个仪式究竟在想说什么，海洋跟他们是想要说什么，黑色翅膀想要说什么，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给我很大的一个梦想。那么逐梦的开始，在这个我是1957年出生的那间茅草就是开启我了，我看到了海平线。可是在我10岁的时候，这个海平线绝对它的西边有更多的岛屿，我在那边开始建立我的梦想。那么我们也很快的回到现代性的时候，这个就是说在蓝屿我的民族，也就是在蒋中正那个时代，就是孝仲领袖，然后所谓的这个叫做登陆艇吧，它也开启了我的民族被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么究竟关于所谓的旁边这个大字报，其实旁边的这一群人跟汉族是无关的，简单来讲，可是我称之为我们是被殖民的一群人。那么西方的天主教它也来开启了我们传统宗教信仰和西方的宗教信仰产生了一个融合还是互相的对立，我想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也很幸运的看到纪神父对蓝屿的付出。每一个像我这个年纪战后出生的这种年纪，我们现在已经60几岁，从自己的族语开始学习华语，开始学习所谓的英语，在这个养成的过程中，从我的小学到高中到台湾，然后再到补习班到大学，这个过程中是我逐梦的青春的岁月。可是这个逐梦的青春的岁月同时呢，在台北也是跌宕的岁月，也是我梦碎的地方。因此后来才觉得台北不是我的星球，意义是在这边，因为我们不同的民族。那回到岛屿生活，从零开始，从学习抓鱼，然后我才发现开始潜水抓鱼的时候，原来是海洋是有知识的，鱼类是有知识的。我在这边开始慢慢的去建立，从自己的语言，从自己的民族，从自己的街坊邻居的这些朋友们开始孕育了什么叫做海洋民族。这个是我们在求学期间，在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们不曾听过说蓝屿岛是山地三胞，是山地原住民，这个是我全部否认，我们是真正的海洋民族。也是从我自己回到岛屿了之后开始学习了自己的语言生活模式。那么我自己在这个学校，我们在学校学不到，我说这个伐木，这个是在蓝屿自己伐木的，这个是我们用火把来照明飞鱼，这个是我自己坐的船来钓鬼头，一切的一切从自己来去开始。那么认识自己的民族在地知识的建立，然后也是民族自觉的开始。岛屿的写作，海洋带我去旅行，无论是我到哪一个地方，到欧洲，到美洲，或者到日本，到哪里，我写作它让我看见了世界，同时呢世界也看到了我。无论怎么讲，这些书已经是实际上的我个人的一个成绩。那么海洋带我去旅行，也见识到了我所谓的世界是有那么大，天空的眼睛是有那么繁复的，让我的世界开启了另外一个旅行。
好像带我去旅行，我到明达那儿去看到三宝园那边有一群人，我可以说达悟的话。在菲律宾，我跑到最北边的所谓的吕宋岛最北边东北角的一个渔港。那么海洋带我去旅行的时候，我跑到大溪地，这个是1997年，我们共同的语言叫做 Hiti Dawu。 什么叫做 Hiti Dawu？ 我是大溪地人，那这边他们关岛就是到达悟大，就是我是关岛的人。所以这个达悟在大溪地，他们用 Hiti Dawu 是大溪地民族，在关岛到达悟大，我们是关岛的人，在兰屿是崩叔的达悟。可是我去大溪地这个地方，是我坐飞机坐到奥克兰，再从奥克兰坐飞机坐6个小时到大溪地，这个是我梦想的地方，我去了。然而我去了之后，我们共同面对的现代性的问题，大家都一样，叫做被现代化。我2004年我再跑到所谓库克群岛，他们这个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种的哈。然而这个是我的房东，我住了1个月，他叫做 Brother John 哈。而这个呢，他是在这个是航海家，1976年他们从库克到大溪地，到复活节岛，再到夏威夷，他们做了那个时候的一些长程的航海的距离。我去那边是去找这些朋友们，究竟海洋是什么？他们跟我讲说海洋很大，实际上他们更想回到他们祖父航海的原点，假如那个叫做台湾。这个是他们最想要看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去找了这个航海家。然而当我们遇见了之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很相似的。那我在库克我遇见了另外这一群人，是大陆的羌族，看到了另外一群人，可是他们看到了海洋就会晕船。那么这边这个是2006年，那时候斐济和台湾海面断交的时候，我看到了这边有一个图，叫做蓝鱼的大船和101。而这个朋友是他是在斐济的时候我遇见的，他是花莲的泰鲁格族，他在那个船上当船长。所以偶然中移动中的偶然，海洋带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去遇见了这些人。那他们给了我什么呢？这是在另外一种做一个回答。然而海洋带我去旅行，我儿时的幻觉，这个是我坐的船哈。可是我们在海上航海1个月，海究竟是什么？我的梦它告诉我了什么？我儿时的梦想实现了之后，我们在这个节目想要说什么？我想儿时的幻觉实现了之后，在香料群岛它是一个葡萄牙去占领的一个岛屿，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遇见了。人类的语言是那么复杂，我在海上冒险1个月得到的一些人生的感受很深很深。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大海浮梦》。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从苏拉维西岛的最南边的赤道以南的西江市航海1个月，一直跨过到了摩洛哥群岛，我们有4天看不到岛屿。这个4天看不到岛屿的时候，才发现人类在大海上是那么样的一个渺小，人类在陆地上是非常骄傲的民族，可是你到海上说，你才知道那个天空的眼睛的星星，它的美丽是在那个时候你见到了。海洋民族在海上你见到了，你的韧性在海洋是不可能被击倒的。在这个两边总共有10天你看不到岛屿，那个是迷向的。后来我在新几内亚的最后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种，西边是印尼人，东边是另外一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可是这个苏拉维西这个岛屿呢，它本身的宗教非常复杂，到了摩洛哥群岛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个世界了。我在新几内亚的加布拉下船的时候，那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人种。可是现在来说，那个航海冒险到那一站非常非常的危险。同时呢，他们在机场里面他们说了一种语言，叫做三种语言，叫做 Don D-O-N 叫做 Do Not， 然后中间的语言叫做 Magan 是达悟的语言，也是印尼的话叫做吃，后面一句话叫做台语闽南语叫做槟榔 Don Magan 槟榔，在机场不要吃槟榔。他那个时候是对我来说的话，他这一边他们是吃槟榔的民族。
那么我看了这个图的时候，我能够熬一个月，我究竟找到了什么？很简单，其实人的梦想我们去开启都不是人家推动，是自己去 建立自己的世界观。这个是我在海上遇见的这些海洋民族的命，偶然相遇了。这是我在船上，这是我的床铺哈。这个是从菲律宾航海到兰屿，到立岛，到成功，跟日本人航海，印尼人航海。那我遇见了这些所谓达悟玛古，什么叫做达悟呢？他们这个达悟也叫做人。那么这边有一个手叫做伊玛，伊玛是手掌的意思哈，同时呢，它也是舞的意思。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知识，等一下再跟。这个是整个南太平洋在独立了之后，这张图只有在台湾，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有这张图。外邦人来的时候，这个岛屿的天空都是外面的人，也就是我们是被殖民的一群人啊。那么这一个传说就来了，所谓的慕容，我想在这个是我今年坐的船，这个叫做慕容，而这个慕容呢，在兰屿的话叫做闽南慕容，称为北极星。航海民族北极星是我们的民族到菲律宾的时候，你回来你要看闽南慕容，这个叫做慕容，就是传世。然后这个是我家族的，这个闽南星啊叫做南十字星座，这个是今天我第一次发表这个论述。而南十字星座我们从兰屿是可以看得到，也就是我的祖先从利马西克部落直接航海到菲律宾，非常非常的容易，就是看这两个星座。那么这是风的名字，这个我想风的名字对海洋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来说，海洋带我去旅行，海洋的基因，人生究竟有多少个偶然？假如我可以说的话，我个人移动的目的只是亲身感受我们星球是多元民族，我们有多元的文化、宗教以及多样生态的物种，让这些物种衬托了我们星球的美丽。今天跟在座的朋友们来去探讨我走过的路。作为一个海洋文学家，我们最大的一个兰屿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身体先到，你先做了之后呢，你才有话，而不是说我们去当解说员，你永远在那边当解说员去解释，我们不是这种价值观。在这个时候，我们究竟来跟观众想要说什么？对我来说，我剩下最后的两句话想跟在座的，不管是您是台湾的原住民，或是您是汉人，无论怎么样，这个节目撑开了我们的世界。我最后一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学会远眺这个海洋。其实台湾四周都是海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海平线撑开了宇宙的浩瀚。那这个宇宙的浩瀚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的说，天空的眼睛也撑开了天空的美丽，也把你的梦想寄托在我们天空上的眼睛，让那个眼睛永永远远照明你的前途。我们作为台湾的原住民族，16个、17个民族、20几个民族，我们站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请大家很认真的说，责任见识难倒。非常谢谢各位朋友们，好，谢谢各位，谢谢。语言会有所差异越大，表示在他住在这个地方的时间最久。最早南岛民族的发源地呢，最有可能就在台湾。谢谢夏曼兰波安老师精彩的分享。那我记得我在1990年代的时候看老师的书《八代湾的神话》，他后来呢接受了专访的时候都讲到，就是说他的身体就是海洋文学，海洋文学就是他的身体。那透过呢刚才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的夏曼老师在整个这个生命历程里面，踏出兰屿，然后进入到世界，也带我们去发现语言，南岛语言它的美妙跟它的奥秘之处哦。那就像老师所说的，就是所有的语言都是这个星球上面最珍贵、最宝贵的精灵。
它虽然散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只要能够保存这个语言，我们就能够 保有某种特别的世界观。那再次感谢海洋文学家还有人类学者的夏曼兰博安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下一位呢是一个重量级的哦，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从学术的观点，南岛语的研究到底它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它有什么重要的所在呢？那我们在这一段邀请到的是这个中研院的语言学研究所李仁奎院士。那李仁奎院士呢，他将台湾南岛语的研究把它带上国际，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台湾所有研究南岛语的这些学者们几乎都是李院士的学生或者他的晚辈，那么他在全世界呢可以说是最具重量级的南岛语言的这个研究权威。那么在台湾他也多次荣获了，包括了像是这个总统科学奖或者是像国科会的这些杰出的贡献奖。那我们今天老师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观点来带我们去认识南岛语言呢？在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仁奎院士。在1968年的夏天，我到南太平洋的万纳度群岛去调查，发现他们的数字非常有意思。6是2个3，8是2个4。后来回到台湾调查我们台湾南岛语言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泰雅语、泰鲁格语、日月潭的邵语也是这样子。除此之外，台湾有个平埔族叫做八宅族，八宅语言有五进法，我们一般的数字都是十进法，但是八宅语它是五进法，6是5+1，7是5+2，8是5+3，9是5+4。那么 这种语言在万纳度有些语言也有这样的五进法的用法。我还发现塞夏语、日月潭的邵语，他们的9是10+1这样的说法，在万纳度那些语言我并没有看到。简单的讲，台湾很多语言的现象，在外地有的台湾都大部分都有，台湾有很多语言的现象反而是在大外面其他的语言并没有看到。那整个南岛民族都是在海岛上或者是半岛，遍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大约占我们整个地球的2/3的面积。从台湾向南有菲律宾、婆罗洲、印尼这些，马来西亚半岛啊，人口最多的就是印尼，有2亿5000万以上。菲律宾有1亿的人口，马来西亚有多少？也有好几千万人啊。那整个分布地区非常广大，从台湾是最北边，最南边是纽西兰，最西边是马达加斯加岛，最东边是复活节岛。这么大的区域，台湾的人口虽然只有50几万人，只占所有的南岛民族人口的1/800。整个南岛民族有1000多种的语言，我们台湾的语言就有20种左右，虽然比例很小，可是台湾的语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等一下我会说明。简单的讲，台湾跟台湾以外太平洋、印度洋很多岛屿上的语言都有亲属关系。南岛民族是一个海洋民族，大约4000多年前
他们就有很高超的航海技术，只花了1000多年就已经扩散到目前这种状这么区域这么大的状况。那么底下要说明台湾南岛语言的重要性。台湾南岛语言最重要一个特色就是彼此差别非常大。台湾地区以外的语言，不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不管是哪里的南岛语言，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南岛语言差别那么大。这个差语言差别很大，表示说台湾南岛民族在台湾住的时间最长久，时间最久。也就是说台湾最有可能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就是从台湾开始才有南岛民族。那南岛民族整个南岛们现在有4亿多人口，有1000多种人，多种语言，都是属于从台湾这个地方起源，然后扩散出去，将近5000年前才从台湾扩散向南下到菲律宾北部，然后到菲律宾一直下来。刚才那个看的那个是 Billwood 是考古学家他所画的扩散的地图，从台湾扩散到海洋地区的整个那些岛屿的这个整个过程跟方向。国际南岛语言著名的学者，绝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台湾南岛语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底下我简短的说明。第一，挪威的语言学家Dahl 1973-1981 的书都这样写，台湾南岛语言是原始南岛语言最主要的一个分支，他这么说。就看那个地图，古南岛语分成台湾跟其他这两大分支。第二，美国语言学家帅德勒 Starosta 1995年根据语法的现象认为，古南岛语言最先分化出的几个分支都是在台湾南岛语言，其他地区的语言都是比较晚才分化出来的。底下看那个图，你看古南岛语言最先分出来是卢凯语，接下来分出来是周语，再来是拉阿洛语，这些语言都在南部，然后是乔莫罗，就是在关岛跟塞班岛，再来就是甘拉甘拉乌，也是在现在的这个高雄市的以前叫三民乡。第三位学者，美国语言学家白勒斯，1999年，他根据音韵演变的现象，把南岛语言分为四大分支，台湾占有9个分支，其他所有的南岛语言合为另外一个分支，总共10个分支，底下就是我们写这个四大分支的名册。再来第四位，我要介绍是一个英国跟澳洲的语言学家叫 Ross， 他2009年提出，根据语法的演变，他把南岛语族分为四大分支：卢凯、州、槟南。第四个叫做核心语。什么叫核心语？就是刚刚讲的卢凯、州、槟南这三大分支之外，其他所有的语言就合起来是一个分支，叫做核心语。那核心语包括台湾其他语言以及台湾地区的所有的1000多种语言。以上各家的分类，他们把台湾南岛语言看作是差异最大也是最关键的南岛语言。第三节我要讲台湾在岛内的扩散的过程。既然南岛民族起源地是在台湾，那当初应该是在台湾先开始扩散，在台湾岛上扩散，然后才会最后才扩散到其他台湾以外的地区。从以上各家的分类，尤其是帅德勒跟Malcolm Ross， 认为差异最大语言都在台湾南部。那么台湾最大的平原是在南部，
就是江南平原。那南岛民族的祖居地，就是起源地，最有可能是在这一个地区。台南科学园区考古遗址挖出来的很多遗址的器物、人骨，他们用的器物、陪葬品等等，可以证明刚刚所说的这些话，啊，这些语言学家所说的话啊。在台南平原定居以后，南岛民族开始从外地迁到台湾来以后，才开始有南岛民族。人口增加以后，就向外扩散出去，啊，第一个阶段大概5000年前，向东北成为周族，向东成为鲁凯族，南下绕过南台湾的海上，到东海岸去，成为卑南族。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大约4000多年前，接近5000年前的时候，向东成为拉阿鲁阿语以及噶纳噶纳乌这两种语言。第三阶段，大约在4000多年前，接近4000年前，向北成为泰雅语群，向北也向成为西部的平埔族各种族群，向西北族群，还有西北就是还有布农，向南的就成为排湾族，向东海岸成为后来的阿美族、哥玛兰族跟马赛族，马赛是在大台北地区，其他离开台湾，离开台湾岛南下到菲律宾，一直到往下，再往东往西，这个我们叫 Malayo-Polynesian 分支。底下我简短说明，最近四百年来的在台湾地区扩散的这几个族群。第一个，排湾族大约在400年前，从屏东大武山这一带向南扩散，再向东扩散到台东，就是400年前。大约在300年前，布农族从南投县的信义乡向南扩散出去，一直到高雄，一直到东海岸，就是布农族。大约在250年前，泰雅群包括泰雅族跟赛德克、泰鲁格，本来它的原乡是在仁爱乡，南投县的仁爱乡，然后向北向东扩散出去，现在已经最北已经到了乌来，这东边也有这个花莲。很多地方都是有这个泰雅族或者是泰鲁格族。第四点我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台湾南岛语言的保存最多的古语特征，它那里保存最多古语的特征，因此如果要重建要追溯古南岛的系统的时候，必须使用台湾南岛语言的材料。事实上，国际上的南岛知名的学者，他们在重建古南岛语系系统的时候，都大量的采用了台湾南岛语言的资料，包括我就说 Dal、Starosta、Reed、Poly Reed， 还有 Blast、Russ 等等。Wolf， 这些国际知名的南岛学者都使用大量的台湾南岛语言的资料来重建他们的古语的系统，南岛语言的古语系统。简单的说明一下，举个例说明，只有台湾南岛语言保存了小舌音，我们叫嘎嘎，比如说嘎嘟，泰雅话嘎嘟是一样啊。只有台湾南岛语言保存两种不同的 T， 两种不同的 D， 两种不同的 N， 两种不同的 S，
有大 S 跟小 S、啊、这些分别在台湾地区的语言1000多种语言通通没有这些分别，只有台湾有。好，简单再做一个捷要说明，重要的语言现象在台湾南岛语言都有。台湾地区的南岛语言现象，台湾南岛语言绝大部分都有。反过来，许多台湾南岛语言有的现象，在其他地区的语言常常找不到。底下我简短的说明一下，大约在6000年前南岛民族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据各种现象判断它是从亚洲大陆的东南一带迁移到台湾来、啊、那个时候不叫南岛民族，到台湾以后才叫南岛民族。他们不是空手来，是带着一些人工栽培植物，包括稻米、小米、甘蔗等，还要带着一些驯服的、啊、家里养的猪跟狗一起到台湾来定居，后来才到那些动物扩散到南洋那些群岛去、啊、不仅是这样，他们也带着一些寄生虫，我们 头发上长的虱子、头虱，身上长的蚁虱、臭虫、跳蚤也都带着走、啊、语言学有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些。这些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同源词来证明这些东西、啊、所谓同源词就是同一个民族从古以来到现在都保留一些话，一些我们说单字 啊，比如说我们说礼骂、啊、很多南岛语言都保持这个同源词、啊、礼骂意思就是说武，也是手这个词啊，比方说都萨啊，都啊啊是二，德路是三，是八是四啊，里马是五，尔嫩是六，比杜是七啊，瓦路是八，西瓦是九，布洛是十，这些数词台湾南岛语言很多语言都保留，我们叫同源词。台湾地区以外很多语言也是保留，只是有的保留多，有的保留比较少。古时候的人、啊、一定要生活，生活嘛，一定要吃东西。吃什么东西呢？一个是动物、野兽，一个就是植物、啊、那植物以前早期都是采用一些野菜那些，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很聪明，他已经有自己栽种的稻米跟小米，他们也打猎、啊、因为他有弓也有箭，而且有射击这样的同源词、啊、有哪些野兽可以打来吃的呢？有猴子、有山猪、有鹿、有穿山甲等等。植物呢，有藤，藤条的藤，有竹子，有姑婆芋，有鼠芋、啊、有破布子、野棉花、茅草、小米、稻米等等、啊、有山苏、啊啊、也有无患子可以洗衣服用的、啊、我只是以下说明，他没有房子住、啊、你不要想5000-6000年前他并不住山洞里、哦、他们有房子，自己盖的房子啊、他们也会编织，也会编篮子，也会编草席，也会做绳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开化的民族，5000年前、啊、我们南岛民族有辉煌的历史、啊、有高超的航海技术才可能扩散到海洋这么大的区域来，真是了不起的民族。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李仁奎院士的分享哦。那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院士的分享里面可以了解到，其实不同的语族，包括我们所想象得到的，例如说像突厥语族或者是南岛语族，他们经过漫长的时间的发展，但是因为近代可能是殖民者帝国主义啊，或者是资本主义，乃至于是工业文明哦，那将语言呢，他们本身的结构解体分化，然后也让所有的语言就在被掩盖在所谓的强势文明的下面。那到底我们还有哪一些这个语言的故事值得我们大家去探讨跟了解？两位老师好，谢谢。刚才在旁边听两位老师在分享的时候，真让我们茅塞顿开啊！尤其是第一个，就是夏曼兰博安老师，从旅行者从海洋的旅行者，然后从人类学的角度带我们去看了就是说在整个广大的南太平洋这些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我们身为同样是南岛语族，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彼此之间的这种海洋亲戚的关系不过第一个，我想请教夏曼兰博安老师就是除了就像老师是写作旅行，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全世界让大家来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南岛语族他们的文化呢？其实大家都共同面临了一个现代性的一些伤害，那么我想很用最简单的语言，就是大众媒体大众媒体，你不管是从电脑还是从手机还是从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个纪录片这个是都很非常好的一个把整个南岛语族向世界扩散，让台湾它的源头被全世界看到，我们从这边来去做的话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呢就是老师还是回到就是说比较生活面更基础的，先带大家认识。这个部分也确实说，就是说从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的话，你在地知识的建构实际上就可以跟其他民族互相的区隔了，也就是说这个连接是有，可是是互相独立的，可是不是互相排斥的。我想从那个李老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更深远的，那么我们现在从另外现代性的一个生活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说我们都是住在不同的一个星球，可是这个不同的星球我们有生活上的一些连结，大家是各自独立的，互相把这个台湾丰富化不管是语言的还是文化的还是唱歌的还是业务的，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对，当然了，就是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李仁奎院士跟我们分享，而且他准备的非常的多来不及跟我们来讲那当然在这个南岛语言研究上面，刚才老师来不及分享的部分，其实他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其实学会了南岛语言，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可以在语言里面发现南岛民族共通的文化嘛，还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就南岛语言的，尤其是台湾在南岛语言里面它有哪些独特或者是重要的地方？那台湾南岛语言最大两个特点就在刚刚讲过，一个就是它彼此差异最大，差异很大这个差异最大，这个非常重要。语言为什么差异越大，表示让他住在这个地方的时间最久所以最早南岛民族的发源地呢，最有可能就在台湾，是，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它保留最多古语的特征语言经过5000年，当然都会变，有的会丢掉那么就那么巧，台湾的南岛语言不只是彼此差别最大呢，而且也保留很多很多古语的特征，这些特征只有台湾看得到，其他地区通通看不到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台湾南岛语言绝对是个宝藏绝对是我们要非常珍惜的文化资产，我们的文化资产。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现在这些语言
都面临消失的危机。我猜想我们这位老师他的下一代人可能语言就远不如他那么好，他也没有他的父母亲那么好，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恐怕几十年以后这些语言都会消失掉啊，如果大家不珍惜他们的话。是，所以呢，如果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珍惜跟保存这样的语言哦？我觉得这个重责大任要请夏曼兰博安老师来做个总结。我想《热烂见识南岛》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开启了整个我们对台湾所有的原住民另外一种认识的开始。我们或许都已经播过了很多的所谓的跳舞啦、歌声或，可是跳舞和歌声不会创造思想，我的理论是这样。可是我们在兰屿唱所谓的古调，我会创造思想。我会创造思想。那我就是说，一个海洋民族，刚刚李老师所谈的，我们下一代下一代的这种传统的语言或是所谓的语言，绝对会消失的。所以说，我是认为说，这次热烂这个见识南岛的时候，让我们开启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重新来去看待我们作为说，从李老师的这种理论来说，台湾可能就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当然，这是很有可能的，去见识到我们现在台湾的美丽。同时呢，很多很多的语言也会消失。我想，我承认李老师所谈的，我的语言不可能胜过我的父母亲。不可能比我父母亲好。同样的，我们这一代的人，他下一代不可能说的达悟的语言比我们这一代的好。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趋势。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今天说我用身体去旅行，也就是说身体先到了之后，你自然的那种语言会进来。讲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不去潜水抓鱼，我不知道这个鱼类的名称；我不去划船，我不去造船，我不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树。是，这个就是台兰语所讲的身体先到。身体先到了之后，你才能够去觉识你在地文化的深度、广度和它的广袤性。是，所以呢，在我们透过《热烂见识南岛》这样子的节目，我们透过节目一系列的主题，我们来建立，就是我们重新来认识关于南岛语族还有我们的生活文化的知识体系。当我们重新去看见，就是我们在身为南岛语族的我们跟太平洋、跟印度洋甚至跟世界的连结，那我们也在里面呢得到了，无论是我们回顾过去还是我们看到的未来，能够继续走下去。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意犹未尽，就是我们还有好多好多想知道的，希望下一次我们还有机会跟老师们来对谈，然后又做更精彩跟深入的分享。热烂见识南岛，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在这个开放的海洋上航海，我只拥有了三样东西，那就是我在运作的头脑、呼吸的身体，还有我移动在海洋上的自由。天涯也许我们到不了，但是海角我们都可以经过。这是我觉得是南岛民族对于人类不停继续的启发，就像我们现在人类迈向太空、迈向宇宙，是同一个心情、同一个灵魂。